就是我刚刚对镜头飞吻，对，明威有先隔空传个 emoji 飞吻。我要爆他料。好，就是因为他们那个，我今天就是亲朋好友们约了一起在家里看金嘛，然后就我的好姐妹就说，哎、欸，你得奖说他哭了。哦。对，所以就是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就知道他在替我开心。嗯。是哪一种？应该不会是崩溃式哭法吧？可能就是泛泪这样。对，因为杨明威是不哭的人，就是对他除非演戏里啦，但是 他私底下不太哭的。那他有传那个讯息给你？有啊，他说我就知道是你，我就知道你会得金马，我才跟你结婚的。现在还在很兴奋的状态中吗？嗯，我觉得与其说是兴奋，好像还是有一点不真实感，因为我是真的就是没有想到自己可以拿到这个奖，就是能入围已经觉得三生有幸，然后现在又拿到了这个金马六十的奖杯，真的很开心。然后就是我刚刚一到后台拿奖完，一到后台的时候就说我要吃麦当劳，结果刚才没叫成功，所以我等一下等访完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大吃一顿。所以你的愿望是可以赶快吃麦当劳？就是想要大吃一顿，因为真的是饿很久，然后脑海中存了很多想吃的清单。哦，真的吗？我有点就是太紧张了，然后好像跟自己原本心里脑海中蕊的那个稿讲的有没有讲清楚，这样子很怕没有讲好。现在是飘飘然感，有一点就很不真实。然后等一下回家应该就会想说啊，灰姑娘吧，珠宝也卸了，然后礼服也卸了，这样子。就是我刚刚对镜头飞吻，对，明威有先隔空传个 emoji 飞吻。我要爆他料。好，就是因为他们那个，我今天就是亲朋好友们约了一起在家里看金嘛，然后就我的好姐妹就说，哎、欸，你得奖说他哭了。哦。对，所以就是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就知道他在替我开心。嗯。是哪一种？应该不会是崩溃式哭法吧？可能就是泛泪这样。对，因为杨明威是不哭的人，就是对他除非演戏里啦，但是他私底下不太哭的。那他有传？有啊，他说我就知道是你，我就知道你会得金马，我才跟你结婚的。浪漫到不行。他很会耶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得了金马之后会不会压力很大？不会啊，他也是很棒的演员啊，而且他先入围金钟的，对，虽然嗯。那小朋友知道吗？知道知道，他们超开心，他们今天也一起看直播，然后也就是。我一得奖，他们就有传语音档给我，说：“妈妈，你得奖了，恭喜你！”真的很开心。刚才那个得奖的时候，你要就是下那个节目，讲说林柏宏。对，林柏宏就是我此生最大的恩人，因为如果没有他，我好像走不上去。对，就很感谢。然后刚刚看到新闻画面，就是孟博跟光海都起身，就是想要搀扶我。这个典礼小白很不会走路，这样，然后就很谢谢大家。很有爱，而且因为我跟柏宏算是一起长大，就是一起入行，然后一起长大，就真的很谢谢他，然后也觉得他在我心中也是很棒的男主角。他等一下要怎么庆祝？等一下吗？嗯，就是大吃一顿，然后好好的让自己享受一下这个兴奋的肾上腺素。嗯，要更大肯定啊，因为接下来跟小虎一起戏。当然当然，希望各位导演、各位制作人不要吝啬，多多找我，我会继续努力。非常努力，然后也不会涨价涨太多的。刚刚还没有，听说他好像到了，那我们赶快访完，我就可以进去跟他聊天了，好吗？谢谢，谢谢。